我们就被绑在一架，谢谢。丽宏，下雨天也要来看美女与野兽，对不对？这个早就做过的计划了，所以不会因为一点点雨。我们刚刚已经经过这个苏德勒，所以一点点雨，我们现在都不怕了。所以今天是不是有特别要带着老婆一起来看？对对对，因为。我是野兽嘛，是老婆特别喜欢还是你特别喜欢这一出？这我们都喜欢啦、啊，我们都特别喜欢那一系列的，迪士尼的一些经典的卡通，那都是 Alan Menken 做的音乐，比如说Little Mermaid， 美人鱼啊，还有阿拉丁啊，这些都很精彩。所以今天算是两个人的小约会吗？对。对，这是小约会，反正给女人看这，也就在家附近了。哦，对。那怎么没有牵她一起走这个星光大道？哦，因为没想到这么多媒体。我刚问她，她就说她不要亮相，她不要走这个星光大道。我说没关系啊。对，她比较害羞了。她比较害羞。对，她没想到这么多媒体，我也没想到。对。OK， 谢谢。OK， 谢谢。谢谢。